李丽珍当初为何要拍三篇？一拖成名后为何又传出自杀传闻？李丽珍想拍三篇是因为一个原因，两个女人。那一年26岁的李丽珍已经出道10年，却一直不温不火，总是差点意思，所以她想走一条捷径，宁可躺着生也不要站着死。那时已经有两个女人为她指明了道路，一个是因拍大肚写真和三篇爆火的叶玉卿，一个是推出全写真后迅速走红东南亚的宫泽理惠。这两位女星一脱成名后又穿上衣服成功上岸，实现弯道超车。有两位前辈珠玉在前，李丽珍心动不已。她认为身体动作是种艺术，可以在躺下后得到进化乃至升华。1993年，27岁的李丽珍轻解罗长，拍下露写真集，一举拿下销量冠军。同年香港影院推出两部由李丽珍主演的三篇，一部是爱的精灵，另一部就是被广大宅男奉为经典的《蜜桃成熟时》，两部影片均斩获千万票房。紧接着，他以堪称行业最高片酬115万元，接拍了第三部三篇《不纽扣的女孩》。29岁的李丽珍用了2年时间，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星。趁着高涨的人气，李丽珍想效仿前辈，把脱掉的衣服再穿回来。于是她转战歌坛，推出首张专辑《纯真》。只可惜李丽珍嘴上功夫尚浅，追捧她的男人们不吃这一套。李丽珍转型失败，再加上已过了而立之年，在靠吃青春饭的娱乐圈里，李丽珍的身体优势正在逐渐消失，她只好咬咬牙再搏一把。1996年，王晶开出400万天价，让30岁的李丽珍再次轻解罗衫，和20岁的舒淇联袂主演了《玉之玉心经》。当时的李丽珍番位很高，舒淇跟她完全不是一个量级，这一点从片酬上就可以看出来，因为舒淇拍了6部三篇，片酬都不及李丽珍一部片酬的零头。但命运总是充满反转和意外，舒淇拍完这部三篇后，回头拍了一部《情男女》，从此片约不断，当初脱掉的衣服也一件件的穿了回来。李丽珍后来主演了许鞍华的电影《千言万语》，还获得了金马奖影后的宝座。可即便如此，李丽珍还是接不到好片约，也没有好机会。他费尽千辛万苦，还是没有成功上岸，摘掉艳星的标签。事业不顺，李丽珍的婚姻也轰然倒塌。她又重新交往了一个男友，动情之后，她才发现对方居然是一个情场浪子，脚踏多条船。李丽珍伤心欲绝，房间还传出她深夜为此自杀的消息。从那以后，也不知是自暴自弃，还是想找一份真爱，李丽珍的绯闻名单越来越长，男友的领域遍布金融、影视圈和乐坛。她还通过男友结识了张学友、刘德华的御用发型师马桂灿，和马桂灿的太太李静婷成为闺蜜。但没想到，正是这个闺蜜马太太，让李丽珍差点身败名裂。2005年，李静婷忽然向媒体哭诉，李丽珍和她共侍一夫好几年，声泪俱下控诉这段三人行的纸。此事经过媒体大肆渲染，李丽珍往日的女神形象尽失，名誉扫地，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。她想开口为自己辩解，但报纸周刊为了博取流量，添油加醋专挑她的丑闻写，根本不去理会她说了什么。这时她的前夫也打来电话骂她，担心女儿因为她会遭到外人歧视。李丽珍百口莫辩，患上抑郁症，无尽绝望之下，她写下6封情书留给家人和前男友们，然后准备自杀。但就在这时，狗血的剧情发生了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李丽珍没有自杀，李静婷也站出来开始忏悔，说自己只是不满丈夫爱上李丽珍，才编造出这么多故事抹黑她的。原本此事到这里也就算结束了，没想到李静婷突然脑洞大开，居然把之前爆料的三人行写成书出版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受此打击的李丽珍远走他乡，却意外重逢了旧爱潘元良，两人分别20年再次相遇，彼此仍然是单身，很快又旧情复燃。可惜这段恋情断断续续10年，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。潘元良留下一句相忘于江湖，转身娶了一位小他17岁的新欢。李丽珍辗转半生，仍然孑然一身，人们至今还记得李丽珍又纯又欲的荧屏形象，但很少人会想起这个被事业和爱情双杀了的女人了。你好，我是万小刀，一个爱生活、爱八卦、更爱文学的农民工作家。欢迎关注我，并点赞和评论这个视频，还可以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